婚姻到了这一步了嘛，大家都就彼此相对客观地评价一下对面的那个人，好不好？你先评价一下你的妻子，三个优点，三个缺点。优点就是比较漂亮呗。啊，乐了。嗯、啊。第二就是比较还在乐着，勤奋。第三个就是出去了会给老公面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嗯、是吧？嗯。缺点呢？那个嘴巴总是叨叨的念，好烦、啊，爱唠叨。还有呢？还有就是情商很低，不懂怎么沟通吧？他情商低哈、啊。还有吗？好像也没什么缺点了吧。没了哈。我突然一下子忘了。好，来来来，哎呀，你看他乐的，你有心没心呢、啊、你？来来来来来，说吧，对面那男人，优点。很努力吧，努力。然后他个人对我挺大方。第三点就是挺正直吧。你看，各花入各眼嘛，就他还觉得正直。来，是是是，缺点就是说对长辈哦不会孝顺这些的，为人处事啊，不周全。第二点就一上火了，他有点控制不了情绪。第三点就是就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和节日。行吧，你说一件。你妻子最伤你心的事儿，就是我从美国读书刚回来，我一个月只赚1000块钱，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给他800，后来都赚个5万块钱，我会给他3万块钱，他还说我对他没以前好了，他说啊，那你以前给了我个80%，现在这一半都不到了，越来越少了，我就特别的气愤，我说你会不会算账呢？说一件他最让你寒心的事儿，就是他跟我说。他跟他父母关系不好，可是当很多事情牵扯到他父母的时候，他其实又会站在他父母那边，就让我觉得很心寒。所以挺有意思的，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这是我妹妹的话，我就跟她说，这男人压根就不能要，你知道吧？这你要是我弟弟的话，我听你妻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会说兄弟，咱也得考虑考虑。就你们俩有时候真的把事儿都做得挺绝的，但是通过问你们俩的优点和缺点和你们说到的最伤心的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发现你们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段情感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跟我们常人对于情感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在这感情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解读的东西，怪怪的，说不上来，但是能触摸得到，老师们好好给分析分析，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有人情味吗？一个普通朋友都不说生孩子的事儿，就到北京了，大包小包的你来接个飞机，我们都会去一下，更何况带着你的骨肉回来。然后呢，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儿，你最伤心的事儿居然不是在于他对你的冷漠，而是在于还是会向着他爸妈。那不废话吗？你儿子跟你以后关系不好，他能不向着你吗？就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不明白。那我表达一点吧，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男生用善良的心去看待一下身边的人，看待一下为你生儿育女的这个女人，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隐忍不如崩溃，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如果你觉得还能坚持下去，那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离开这段婚姻了，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想想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点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看一看周围的女孩是怎么样生活的，看一看周围的女孩她们的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再去论其他的事情，好吗？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难说情感有多深，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都是各取所需。男生说的很明确，女孩就是三方面优点：漂亮，能做家务，并且在外面能给你带来面子。你对她唯一不分开的诉求就是她能够照看孩子。是的。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很低，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你，为什么？因为你身上还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他给你的优点的三点之一，大方，这就是他在你身上看到的需求。你就是在自我麻醉，他某一句话说你还是那么漂亮，立马你就笑了，
你能不能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原则？如果都没有的话，他只能是通过满足你的物质上的需求来维持这种关系而已。但是他不是爱你，他是因为他自己无法抚养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至于你们如何走下去，或是能够走多远，不在于我们，在于你们，在于你们之间的利益是否还能绑定，还能有所图。如果没有所图，你们肯定就会分开的。